自力更生的女性应该更加流行。鱼儿呢？你的行为不可容忍。主要是魔法盾，不然我学 W 了。魔法盾很亏啊，要是学 W 的话，一样的怎么学 W 的呀？啊，这魔法盾我是真鸡巴。我把话说清楚好了，我会杀了。傻逼设计师，他妈必死。你他妈搁这吃上了！哎呦，我是真服，这逼养他妈逼经验搁这吃上了，我操你妈！西巴卡扎这么抽象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要不要，不能用E这一波。主要他在我这里他妈吃上经验了，我是真的难崩。他给我经验吃了好多，不然我刚才那波已经三级了。他不是我今天刚刚那波就已经三级了，逼养的，硬蹭我经验。不行，伤害太低了，没什么办法。死不了 ，OK。我想再吃点兵，炸钱，出两把长剑，留个四支兵应该是够的。哎，我屌！感谢为了修伯利安送的神坛灯牌。小兵给我卡位了，不知道我 A 到了，必要的小兵卡我位。噔噔噔。他很喜欢提前关一，我发现了，他特别喜欢提前关一，波波都是没有一波是捏一的，就这样我每次的一都放不出来，我没想卡他一，他就放不出来，因为每波都是提前关，我就卡不了。你看又提前关，呵呵，他过来把我经验蹭了。
变了凯伦和吉奈不是真的搞，就站在那里吃我经验，我真的服了。不算黄金吧，这好像牌都翡翠的。看一眼白金，没区别。说实话，黄金白金没区别，翡翠和黄金就有区别。翡翠和黄金区别还挺大的。变了来幽默的这人。不好上去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他想跳舞。EQW， 减速。别别别别哥。跟他玩不玩盖伦有什么关系？逼他他妈的思路有问题，操作有问题。他怎么又突然提关后关一了？前面波波提前关一吗？还想走，装逼还想走。这侠变脸变得比谁都快。哎，我操！毕哥感觉快快了，他的毕哥，杀了就行，影响不大。他死了。现在你起码明白死亡的道理，我来抓你。自满会令你死亡，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，切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Bien, 好难受啊。哎，完了，妈逼鼠标滑了，Bien的滑。
啊，滑了，我操！造谣是吧？我喜欢男人都来了。出了一天破败，我操，有种回到了一年半前的感觉，啊不，回到两年前的感觉。我两年前就是天天出破败，打峡谷也是，打任何分段都是天天出破败。突然间，死去的记忆开始唤醒了我。我还记得 JJ King 那回被我的破败卡面秒的人都傻了，贼有印象，我操！那一把排到 JJ King 出了把破败，他跟我打，妈的，直接被我一套秒了，直接。拉扯起来了，你给我杀反，我不杀你的，我不要你这种，我还会反抗的。我砍男熟练度挺高的，明宝。刚刚往兵线上面滑 ，W， 不想开他。我说孩子，这把看真的好呆啊！我操，你们有跟我同样的？啊，举把剑跑过来，吃个风被接了个大，好呆啊，看着。我肯定有礼貌啊。这打法以前可以，破败那会3200的时候可以，挺厉害的。对，那会破败没被削，12%一下，12%一下升百分比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哎，我没有点燃，我操，我以为带点燃，怎么发呆了？这都桀骜不驯。我差点，刚刚要是有个冰刀旁边，我就直接踢冰了，信不信？我对地板放了，按了一下 F， 这头币是我的。哎，逼养的，哎呦，他勾了我一下，我 AQ 直接收了。应该不会来带我回家。他 A 了我一下，他怎么我他都勾我了，你说他怎么我了？社会需要规范。小鱼想抢我 MVP， 不让我吃线。我直接换一条路，找人头去。我的，别急别急，卡好这下平 A， 卡好这下平 A，Q， 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小鱼助攻没拿到，小问题。这波追一下，这波追一下，让泰坦跑远一点。别急别急别急，我的，不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
这个霞真的，我要举报他了。完了 ，MVP 没了呀！操作你，好帅的路啊！我还不行，我一定要抢他的经济，不能让他经济太高，不然 MVP 就没了。我现在还有机会，他死两次了，他战损比是比我低的，我比他多五个助攻，虽然少三个头，不急，我们卡 Q 二补刀。哎呦，他 AW 了 ，Q 一下，炮车一定得补，不要管泰坦，先把炮车补了，经济补上。这波我们不能当出头鸟，不能当出头鸟，直接一走，不当出头鸟。这我们有 TP 直接踢上去把线吃了，把经济打起来。我们出一手秒表保下 KDA， 这个 MVP 我抢定了。今天观察一下这波有没有料，有料，这波先打艾克，因为武器E好了，把双帽拿上。Q OK， 雨人没来，他没蹭上。这边人去中，差点操作一下闪现啊，闪现啊！哎呦，焦闪给他一躲了，不就反杀了吗？这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哎，别，完了。别，快走快走快走啊，我的，哎呀，我不能走啊，这塔前让他吃了，我 KD 要比他低了，不能走不能走。对，打鱼人，让鱼人走掉。哎，不太对，我们晕一下武器就可以。哎呦，我他妈为什么晕他呀，我操了。完了，不太妙，救一下。别急，这波有空间，鱼人萨比拉操作一下。哎呀，这逼养的萨比拉真不会玩游戏。哎，我的头怎么说，拉扯到位。完了，我的一被，哎呀，我的一被他疯狂吃了，完了，哎呀！点了吧，要不没意思。操作一下 JK Love， 我操，杰克爱。漫天飞雨，哎，我操，接盘，我操！哎，别接，接了他妈小鱼有三百块经济。小鱼现在过去了，我们赶紧去吃线，我们别去做这种有利于团队的事情，我们直接去对吧？偷兵线，我操！直接把兵线经济偷起来，把野怪吃了，吃，全吃掉。别拿小龙，拿不了小龙，刷经济。我跟你说，以前干陪玩的时候抢 KDA 就这么抢的，就别人在做事，你知道，我也在做事，我在做自己的事。
我一定得比小玉等级高，补兵高。OK， 这波有单，有落单的，把落单的抓了。哎呦，小玉也抓到了一个，凭什么呀？不行，我这波要，我要先发制人。好金身，不太对，别气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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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别死！别别别别死！别死！别死！操作一下，萨米拉，操作一下。失血一人啊，这二十五层输的呀，操作一下呀。哎呦，他们真的不会玩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好烦！为什么我的队友不会玩游戏呀？为什么？这萨米拉刚才操作一下，给这鱼人杀了，不就赢了吗？哎，有人头，直接 TP 过去，别急。哎，电光火石，电光火石。他偷偷，我们跟上他的节奏，跟上他的节奏。哎呦，他妈的，他把我杀了，还去送小鱼，好恶心啊！我们队友还找演员，你知道吗？逼养的，哇！别死了呀，哥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带了，我不能带了，我要过去他参团，我要过去参团，我不能带了。克哥，克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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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克哥，捏一下平 A， 别急，他一金身，我们立马就开始输出。目标明确，萨米拉。啊，不太对，我不能进，不能进场。哎哎哎！我看一下 ，OK， 赶紧拆，赶紧拆，我不要多两个助攻，不能。